哎、欸，那个我传了、哦。拜六一点。哎、欸，我已经把你的影片分开，然后传给你了。我礼拜六一点一搞，你不是要拿那个原始答案？什么礼拜六一点？就是你传给我那个，你在拿原始答案吗？然后我去找你。我已经下载下来了，切好了，然后已经传给你了。你是说我们教会那个？嗯。你要把全部连接在一起吗？没有，不能连接在一起，你传不了，你只有十五分钟的极限而已、嗯，所以就把它切成十五分钟、十五分钟这样，要不然你传不上去啊。有那个我有传上去，我们那个团队进账那个我就传上去了，你有看吗？你看我一下，还没呢，你还没订阅我。好，我马上订阅你。我一直在那里，我很吃掉。好。
我隔了一下，这东西太多了。